我是刚刚在这的呢，2011年1月30号，瑞芳的8:19，他妈的是1214哦。然后马德江依然健康经历的要拜新年了，拜拜。大家刚回家了，大家笑了。第二一次，看我们经历，所以我在这边也没有中年用五百钱用，然后看什么另外号码，周末才有的，看我们中年的是1214，用五一时间上，用五一期间呢，用五百钱用呢，在瑞芳暂时利用。然后下面的妈咱们都在丢我们的旧照片，这次就拿拜拜，再见。耶、我的五百新年了，再见喽！11214，发车就沿线港中里的，沿于五一时间五一时间了，谢谢各位来电。